经理，这没事吗？我去叫大夫。不用管我，当务之急先救火。你把人疏散到安全的地方去。你确定自己可以吗？好，你注意安全。所有的家电去救火，剩下的跟我走。快去救火，快点！快，爹，快救火啊！哦哦，哎呀，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救火呀！是。谢谢阿姨。走了，武林，快去打盆水。是。阿姨。